上一集带你们看了如何在乐园里拍大片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夜晚的乐园有多梦幻吧。哇，姐姐，你看他们都发光了。是呀，白天的糖果屋也变得不一样了。可是因为疫情取消了城堡烟花秀，那我们就只能去买玩具啦。这些是 Q 版的公主们，哎，到底买什么呢？让我逛一逛。这文具套装看起来不错，新款的长发公主礼服，哎，勇敢公主美丽达，冰雪奇缘第二季，怎么办？都想买，都想买，都想买！哎呀，你到底选好了没有呀？别催，别催，快了，快了！啊，就是你了！这么慢，我早就选好了。因为我喜欢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伴随着买单，我们一天的迪士尼乐园之旅也就这样结束啦。整整七集的内容，你们看得过不过瘾呢？你怎么还没看到你的小星星呢？快去关注我，我还会帮你们解锁更多的玩具和更多的乐园呢。哦，还有别忘了，下期更精彩。感谢迪士尼 baby 官方赞助。关注我，带你玩遍全世界。